12月2号，我们要在 Space 办一场签名会，然后现在我们需要抽取一下当天你们的道具。揭晓答案，完了，不，搬砖不稳，地位不稳，砖搬砖不狠。我是史上最强最稳打工人，在华务。你这很轻松啊！哇，我什么最努力？我的天，本人上班了，但是打工人精神状态良好。我想换一个。没事，这个挺好的，你到点就能下班。好，那我们换了。但是我不管怎么样，我到点就下班。这个是你们当天要在店里打工的时候需要身上带的绶带。就是绑在这上面吗？有钉子。快滚！来，下一轮抽奖。我觉得我应该是蛮轻松。我不换了，你也不换了，我直接把东西我也不换了。我想给你换。所以他那个位置是都很分散的。有四个人是在一起的。啊。哎，我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打工的时候是早上还是晚上？中午开始吧。哦，几点结束呢？下午结束。那我不换了。都变成。哇，他那是最好的，就是他那个镜，我们在 BF 的那个时候就变。哇，谢谢。有很多人会看到你，然后是给你签了。这些迎宾是好的。两个迎宾，确实，好像我们两个也担当，哎呦，就是我们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打包的。打包？打包什么意思？就是把男的拿进来，拿装袋里边，然后再给他，就结束了。我是认证专辑。你们每次签名会都有一个认证专辑的环节，之前是工作人员完成的，这次需要你来完成。你们对自己的工作有信心吗？有信心，当然有信心啊！这个是我写的。我想问一下，就一个人可以干嘛？欢迎光临就好了。这边请，这是他们两个分开是吗？你们非要一起也可以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不卖专辑，需要迎宾员可以吗？有人给你换，有人给你换，那咱俩换吧。我能给你们换啊，因为迎宾员可以到处乱跑。不是你做这个，你也会到处乱跑啊。好，那就期待你们当天的表现吧。好，我也期待。拜拜，咱们 Space 见。